在职场上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设计师在帮客人烫头发时候，如果碰撞到 U 型盆，U 型盆里面的药水会洒出来怎么办？那我们就来做改良式的 U 型盆啊，刚好我们的专题也可以做这样的主题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做吧。首先，先拿一个完整的U型盆，将前端两头剪下。剪完之后，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首先，先拿一个完整的纸杯，裁成两半，取中间部分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再拿一个完整的药水瓶，将头部取下。再拿锯子把前端尖头锯掉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再将不平的地方用磨砂纸磨平，这是磨平的样子。将剪好的纸杯用黑色喷漆跟 U 盆做颜色的结合，喷完之后就会变成这样。将裁剪好的 U 盆与喷好漆的纸杯用水桶做结合，粘好之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裁好的地方用螺丝起子将中间戳洞，就会变这个样子。刷好洞的前端与药水瓶的栓头用水桶做结合，像这样子跟洞口粘在一起，这是粘好的样子。将 U 盆与纸杯粘好之后，拿出 U 盆裁好的前端与纸杯做结合，粘好之后就会呈现这个样子。再把 U 盆剪开与纸杯做结合的地方用轻黏土填补，轻黏土用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再使用黑色亚克颜料把轻黏土涂黑，就会呈现这个样子。再将完成的 U 盆加上彩绘，增加美观。完成之后就变成这样子漂亮的 U 盆。再将彩绘好的 U 盆装上药水瓶，这样子作品就完成了。